4G 的资费战正式开打，继中华电信、远传电信 4G 开台之后，月租费率从199元起到2699元，总共8个级距对中华电信宣战。两家费率的传输量跟通话优惠内容刻意做出差距，如果以上网传量来换算，远传低资费级距比中华电信优惠，而通话费折抵的部分呢，远传采取定额不分往内外抵扣，也比中华电信单纯，但中华电的高资费方案则是比远传划算，而中华电信跟远传两家都没有吃到饱的方案。